坐高铁去北京。啊，超级累的。我的礼拜几了？都不花多少钱。明天来送货。赶上这个高铁，从头到头发都没有吹好。走去我的公司，今天有一点大风，所以我就套上这个。我现在就是等着放狗，然后走人喽。我第一次看到15号线是那么多人潮的，好夸张！原来骑车过来的，饱到这样子，我觉得不冷，很好很好。然后现在赶地铁，也要去坐高铁去北京。请将杯盖拧紧。放置稳妥，防止烫伤。In the occurrence of scalding, when placing your luggage, please watch. 不要将包括卫生纸在内的任何物品。Or put your feet on the back of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or at the wall. 以后不要再买北京的豆浆了。偷我隔壁的地书，这个不是我的。天气早餐，孩子们开心。You hear this song, the way you got me dancing round the question, awaken all my senses. Think I have a chance, although I might be wrong. I wanna make you stay, want you in my life. Yeah, it doesn't hurt to try. When I make you look.Time out of my day to give you
等外卖的时候，我在办公桌睡了一觉，睡了半个小时，哇，超级累的，很烦呢，还睡不够。等下打算我吃完这个继续睡，睡了再继续上班。这是公司的样品，蛮香的哎。你要觉得护手，你就拿这个湿巾擦的手。等一下去洗呀。哦，也行。反正都不花自个儿钱。这个湿巾也是前面的人留下来的，就是这公司的啊。哦，我还以为是前面的人留下来的。没日本的兰州拉面的 style。 Baby, 来我刚刚骑车骑过来的惨料，可是我喜欢这种包围巾的好可爱哦。我们两个都点了汤的牛肉面，然后我是微辣，还是特辣？哦，中辣。哇，我不是能用筷子的。不是用筷子的吗？吃这种面比较会用叉。那我每次用筷子哦。你看我。来到了三里屯太古里，来第一次来这边的商业街。其实主要是我们要去拍那个 Gentle Monster 的证件照，不知道现在还有开店吗？我们现在9:30才到这边，打工人的心酸，只能下班过后才来。我做我被外套啊，做我 OK 哦，我的手掌就露出来的皮肤才冷吧？看那边是 Apple， 蛮美的，可是我没有时间看了，我现在要冲过去。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韩 style 哎，这种披着围巾，像古怪的新娘，我忘记她叫什么名了，我知道她叫 Kim 什么不知道，好美啊。三里屯真的很美，哇哦！来，我们今天的主角 Gentle Monster。很伤心，今天的证件照结束了，我拍不到。
我还要坐到2个小时的地铁才到家，才到那个酒店，整个无语了。来送货，哈哈，8:30的票，然后因为我要早一点回嘛，我就赶去8:04的，结果这个8:04的他给我晚开8:30，我整个无语去。我刚才真的是在这个高铁上跑来跑去，跑到我的脚断掉了，然后很喘，我只怕我改签了我赶不到那个高铁，然后我的票整个就浪费掉啊，结果我现在还要等半个小时。更没有赶没有差，哦，好累哦。